Young Drivers 驾驶培训遍及全国。上昼十点，阿汤正在学习平衡泊车。中午时 ，Carolyn 正在学习迎头防撞嘅技巧。响多伦多，阿 Lee 正在实践应急操纵。下昼三点，阿 Jan 正在学习 S 驾驶法，石口左转嘅时候更加安全。Jesse 啱啱通过咗最后嘅评估。响加拿大 ，Young Drivers 训嘅学生达100万，加入我哋为前方嘅路做好准备。